较大声。我们来到了圣彼得湖堡，它是菲律宾最古老而且最小的城堡。它只是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红毛城，然后那个安平古堡，不太规则的正方形，它就是围起来，然后旁边都有那种防御用的那个塔，小塔。然后我们刚进去看啊，里面那个它靠最外的窗，小小的，就是人这样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敌人的情况。然后除此之外啊，他已经把他楼下有变成那个博物馆，里面有一些照片跟一些史料可以看。然后他还发展了他另外的收入，因为我们进来参观的话只要30 baby。然后他们现在啊，中庭很大。